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美牙 Coralie。今天呢，我要画的呢是朝五晚九里面石原里美的妆容。这个妆容呢不会太浓，但是呢很有精神，也很有气质。那我们就开始画喽。这个妆容的眉毛呢是偏细的，我先描绘眉尾，然后再自然的描绘眉头。接着呢，我用这一盒 VC 的限定眼影，使用白色的部分呢，大范围的上在上眼皮做打亮，还有眼睛中间处，另一只眼睛也是大范围的涂抹。接着呢，用不带珠光的雾面咖啡色眼影，超出眼褶，然后涂抹，反复叠擦，让眼影更显色。然后呢，由后往前的晕染在眼窝的部分，还有下眼尾。接着加重在眼褶的地方，接着使用深咖啡色的眼影叠擦在眼褶的部分，不要超出眼褶，然后加强在眼尾，让眼睛更有渐层的感觉。下眼尾用点的打造出无辜的感觉。这个妆容呢会反复的叠擦眼影，让眼睛看起来比较深邃，但记得不要选择珠光颗粒太大的颜色哦。再来仔细的把睫毛夹翘，由下往上夹，接着选择卷翘型的睫毛膏，把睫毛刷得根根分明，更有存在感。记得不要选择纤维过浓的睫毛膏哦，睫毛只要卷翘就好。下睫毛要仔细的刷，接着用珠光黄色的眼线液涂在下眼中，让眼睛有亮亮的感觉。眼线也是这个妆容的关键，我先用眼线胶笔画内眼线，然后眼尾往后延伸，接着再由后往前的加粗眼尾，然后慢慢的带到眼中及眼头，眼尾记得往下画一点，这样看起来比较可爱。接着呢，再用咖啡色画下眼尾的部分，这样眼睛会有下垂的无辜感。眼头稍微往前拉近，让眼睛看起来更大更有神。接着选择粉红色的气垫腮红，从脸颊的中心开始往上按压，让脸有粉红色的好气色。水润的嘟嘟唇也是这个妆容的关键，所以呢，我用 Fasio 的这一款唇釉，从嘴唇的中心开始上，然后呢，一定要加强在唇峰的地方，这样嘴唇看起来才会更有嘟嘟的感觉。这样朝五晚九中石原里美的妆容就完成咯。那我们下一个妆容见咯，拜拜。